小熊和最好的爸爸当厨师，文阿兰德丹姆荷兰的，图亚历克斯沃尔夫荷兰的，贵州。哇，这本字好多呀！爸爸，咱们今天吃什么呢？吃。熊爸爸挠着脑袋琢磨着，宝贝儿，你最想吃什么？小熊想了又想，甜的、酸的、辣的、凉的还是热的呢？宝贝儿，那条香喷喷的大鱼怎么样？小熊腾的一下跳下来，好啊，爸爸，今天我来做饭吧。你会做饭？爸爸好奇的看着儿子。嗯，但你要帮我的忙，好吗，爸爸？小熊请求道。我会做，宝贝儿，做饭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刀子尖尖会扎人，大火呼呼会更吓人。可是爸爸，不用火也能做饭吧？嗯，我的宝贝儿真聪明，吃点生蔬菜，再来点带酸味的冰镇食品。你去剥橘子和花椰菜，爸爸来切苹果和菠菜。爸爸，我也想切菜嘛。好吧，嗯，你再把苹果切碎一点，爸爸看着你切。我们要加几块熏制鲑鱼和几粒腰果。好，就准备这些吧。甜棕熊卷儿，咱们烤点小甜面包吧，爸爸。很好的想法，可惜爸爸不太会做。盒子上有说明呀。哦，对，盒子上是这么说的：在碗里放上全麦面粉，加块黄油，来杯温水，揉啊揉，揉成一个大圆球。15分钟以后，面团就能发起来了。然后咱们就可以做甜棕熊卷了。咱们把面团做成棕熊头的形状，再粘两个小球当耳朵。宝贝儿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用葡萄干做眼睛，用松果当鼻头。再等会儿，等面完全发好了，就可以放进烤箱里烤了。15分钟后，美味的甜棕熊卷就出炉啦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茉莉，你觉得呢？嗯，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嗯，哇，嗯。烤土豆，爸爸，我能点火吗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咱们得在屋外生火。你负责把土豆洗干净，用锡纸包好，再在锡纸上扎几个孔。爸爸，剥几根香葱，你再弄点蒜泥。等土豆烤好了，我来把土豆切成两块，你呢，在两块土豆上挖个洞，再放点好吃的在上面。好的，爸爸。嗯，真香。嗯，鲜花沙拉，爸爸，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吃吗？哦，那可不是，有些蔬菜和蘑菇是有毒的，比如毒果木。对，毒蘑菇，毒果木，还毒果木，会琢磨木琢磨。那花呢？对了，咱们做份鲜花沙拉吧。很多花的味道都不错，去摘几片蒲公英的叶子，紫罗兰也很好吃，还有玫瑰啊、雏菊啦、金盏花啦、薰衣草啦都可以吃。最后一扎，咱们得加几片薄荷叶子。爸爸，再加点蜂蜜吧。嗯，不要了，宝贝儿，蜂蜜可不能天天吃。嗯，咱们需要加一小勺芥末，三大勺橄榄油，一勺醋，还有一点点苹果汁。味道一定不错，不过我觉得看花比吃花更好。神秘面包，宝贝儿，咱们给自己来点惊喜吧，在发好的面团里藏点吃的怎么样？放点什么好呢，爸爸？比如抹了杏仁酱的苹果块呀，巧克力呀，香草奶酪呀，滴了柠檬汁的三文鱼呀，然后呢，爸爸？把这些好吃的东西放进面团里，把面团周边涂上一点水，用叉子把边压实了，再在面团上抹一层蛋黄，这样我们的神秘面包就做好了，金光闪闪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在烤箱里烤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我猜这里面是奶酪。嗯，不对，原来是巧克力呀，我最喜欢吃巧克力了。小时候那个家里包饺子，就是比如说包100个饺子，里边会有一个是糖的，然后就看谁能正好吃到这个
里边是糖馅儿的，比如其他的全都是那个猪肉白菜的，都是肉的，纯肉的，都是肉的，纯肉啊。然后但其中有一个是糖的，然后纯糖的，对，纯糖的，只有糖，对对对对，只有糖。对对对，然后春节的老啊，那包那么硬好不好？还有的那时候家里边什么里边包那个什么包个硬币啊什么的，我觉得这太危险了。对对对，嗯。那你吃，比如给你包个巧克力的什么还行。香蕉汤，爸爸，咱们一起做美味香蕉汤吧，真是好主意。怎么做？快告诉爸爸。爸爸，你把豆角洗干净，我把它们掰成两半，然后放进小锅里，别忘了加半锅水，煮开了，再加上一点洋葱熏肉，再加几片鸡肉。爸爸，一定要加点花生酱哦。嗯，咱们两个人放半勺花生酱就够了。爸爸，你把汤煮的冒泡泡，我把香蕉切成片，最后放到热汤里。真香啊，宝贝儿。再做两个饭团子吧。就用小水杯当模具。爸爸快看，我垒了两座小山，你能在它们周围倒点汤啊，那就是海和小岛了。现在我要在小岛中间插几根豆角，那就是树。宝贝儿，快把糖喝了。爸爸，现在不能吃饭，因为香蕉片儿不会游泳，我必须赶去营救他们。那小松鼠都带上那个游泳救生圈了。干炸鱼虾，我天，他们这个饭呀、得满汉全席啊。宝贝儿，今天我们吃干炸鱼虾吧。好好。爸爸来和面，和好的面糊糊放到冰箱里，再准备些花椰菜、橄榄、豆子、蘑菇、辣椒粉和几只大虾片。爸爸，我现在能尝一下吗？爸爸，要不要切点香蕉片还有奶酪？我应该把这些东西放进热油锅里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冰箱里边是那个企鹅住在里边，还要不要放在里边，企鹅帮他拿进去。宝贝儿，别放那些东西，放进去就不好吃了，会煮成一锅烂粥的。把鱼虾放面糊糊里蘸一下，然后小心的放进油锅里，当面糊糊变成黄澄澄、香脆脆的样子就好了。爸爸，我现在可以吃了吧？可以，但今天要用筷子吃饭，干炸鱼虾得用筷子夹着吃。荷兰人吃炸虾用筷子，好吧。玉米棒子，宝贝儿，我要把两根玉米棒子放进锅里煮一煮，再煮上两个大萝卜，你去把萝卜洗干净好吗？啊，这怎么吃啊？玉米棒子和大萝卜一块煮，这关何煮？拿根黄瓜吧，把它切成两段，再用削皮刀把皮削掉。咱们还能啃点什么呢？鸡腿儿，宝贝儿真聪明啊！我们煮上四根鸡腿儿，大概十分钟就好了。爸爸，我要用手拿着吃。我洗干净了。现在还吃什么？还有烤面包。爸爸还要吃。吃面包了吧？他是把那个面包再深加工哎。爸爸还要吃剩的面包吗？咱们做点烤面包吧。我也喜欢。宝贝儿，打个鸡蛋在碗里，再倒些牛奶进去。爸爸，我自己能做好。做得很好。要把蛋壳取出来，它那个打坏了。你看见了吧？那鸡蛋的好多壳都碎进去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牛奶和鸡蛋搅匀，再加一勺桂圆汁。哈哈，准备好了，让面包片在里面游泳。宝贝儿，我现在去找黄油。我怎么突然想起来，这谁会做这个呀？我会做这个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当初做这个是因为看这本书吗？不是。那你从哪学的？我就自己想出来的。好吧，当心呀，爸爸，烤面包必须及时翻个。宝贝儿，你知道怎么吃最棒吗？在烤面包片上浇一大勺苹果汁，再加一大勺冰淇淋。真好吃啊。咱们再去盘古的时候给你做这么一个好不好？面包上加个冰淇淋。蜂蜜椰蓉饼，这是我爱吃的。爸爸，你教我做份好吃的小甜点吧。好，那我们做蜂蜜椰蓉饼吧。你把椰子劈开，
我来把它碾碎成椰蓉，在热锅里放几勺蜂蜜，然后把捏碎的椰蓉放在里面搅一搅。然后呢，爸爸，让爸爸想想，对，还要做一些炼乳，等到明天就可以把炼乳浇到蜂蜜和椰蓉上了。还要等到明天呢，爸爸。对呀，做炼乳是需要时间的，首先需要一块干净毛巾当滤网，把一整瓶酸奶倒在滤网上，把酸奶中的水过滤掉。哦，这么麻烦，那还是明天再碾叶子吧，今天我的肚子太撑了，干不了这么多的活。爸爸，咱俩一起做饭真棒，对吧？嗯，没错，宝贝儿，其实一起洗碗也会很有趣的。他们家厨房到底得有多大呀？你看各种设备都有，就连碾蒜的那个东西都有，然后宜家买的那个削丝儿的那个，然后各种锅、各种盘、各种碗、各种烤箱、各种……哦，天啊！还是吃蜂蜜。嗯，拜。Peace。